Kumano。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？一首好听的歌曲啊，是我们中山路中山路美胜珍老板娘点的，跟大家分享哈。啊，那跨年那天我再来演奏哦，这首歌呢，这个觉得呢，这个换穿西装，因为刚刚已经开始吹寒风了哦。那这个这几天，这个接下来的日子，如果大家来听歌的话呢，要向这边姐姐。